日本夏天市位于伊豆半岛上界南边，是南伊豆有名的海滨温泉旅游胜地。西元1835年，来自着美国的佩里黑船为遮来做登陆，日本因此被开辟港口，夏天嘛因此变成着日本含着外国的交流地。来到着即马，也阁保留着真侪外国历史的建筑。夏天渔港会当食到上界新鲜的海产，红金眼鲷就是夏天上界代表性的鱼啊。另外，日本的龙虾、鲍鱼、等等海产啊，伫夏天渔港会当讲应有尽有。为伊豆至夏天，行差不多10分钟，就会当来到着佩里之路。这条路名是当时19世纪美国逼着日本幕府开辟港口。当年佩里前往着谈判所行过路，所以被号名叫做佩里之路。廖先士在嘉年7年，西元1854年，是日本和美国签订着条约的所在。内面收藏将近9000件以上，以着佩里、乌船、异国文化为主题的文物，是国内上界大的乌船原始资料。也是日本上界重要的国家书籍。骑观光看到伊豆山景的浅之山，因为伊的外形亲像一个查某囡仔困的姿势，所以讲号名叫做浅之山。为伊豆之下山，行差不多20分，就会当来到着夏田市上界有名的海水浴场。行伫海岸散步的道路，充满着休闲、海滨度假的气氛。除了欣赏着充满历史的建筑物，更加会当看到夏田湾的海景。台湾の皆様、こんにちは。日本の静岡県の下田市長でございます。福井と申します。私たちの町、伊豆下田は9つの美しいビーチと四季を彩る美しい花々のコントラストが多くの人々の心を引きつけ、さらに幕末日本開国の舞台となった場所として当時の面影を残す街並みはノスタルジックな雰囲気を醸し出し、1年を通じて多くの人々が訪れる観光地として日本国内でも有名であります。こんな魅力たっぷりの下田市を映像で紹介いたします。日本へお越しの際にはぜひ下田市へ足をお運びください。下田市は皆様のお越しを心からお待ち申し上げております。那是为着当家出发，前往着伊豆半岛的夏田市，会当坐着 JR 东京车站，坐 JR 超景勇子号，或者是坐新干线来到着 JR 热海站，加个专车 JR 伊东线来到着终点站伊豆及夏田。夏田市传统的活动黑船节，是一个促进着日美友好以及交流国际的盛事。每一年5月第三礼拜、拜五、拜六礼拜做举行。夏田市长福井佑福邀请着台湾的乡亲，做回来参与着盛典。